吃死贵的减肥沙拉，还不如回家吃你妈做的凉拌菜。你以为整天吃蔬菜沙拉就能瘦？别傻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营养师蔡晶晶给关注女子力科学社的你们讲讲沙拉减肥的门道。蔬菜怎么搭配当然有秘诀，颜色越多越好。为什么？因为营养丰富啊。记得要搭配3到5种以上的颜色哦。住手！这些调味料的热量特别高，你以为吃的是沙拉酱拌蔬菜，可真实的热量跟油乎乎的酱烧茄子没啥区别。不想你的减肥大业被沙拉酱毁了，试试把调味料换成日式油醋汁吧。买不到怎么办？学学妈妈做凉拌菜调味料的方法，好吃健康，还给你省钱呢。蔬菜沙拉虽好，也不能拿它当饭吃。生蔬菜含水量大，吃完后饿得特别快，保不准3天后你就开始暴饮暴食补偿自己了。坚果能补充油脂，肉蛋提供丰富的蛋白质，粗粮饱腹感特别强，顶饿。所以别再吃只有蔬菜的沙拉了，这些营养元素通通都加进来吧。还记得女子力科学社提过的减重餐盘吗？各类食材按照标线来搭配，有营养还不会吃多。欢迎您把这段视频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沙拉减肥要科学，营养师为你保驾护航。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